到香港中国通讯社。你好。啊，实时直播的是吗？对，现在是在实时直播，现在正在直播。你看到什么就会直播。啊、对，我现在看到美女，然后我们的后台的网友看到的也是这个美女。河北的那个。所以观众看的就是你的视角。对，他就是用我的眼睛的视角去看。但是它需要配合我们自己后台研发的后台程序，我们后台可以调控我看到的画面，包括整个流程，是一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设备。这个是5G，是5G的吗？目前还没有运用5G，但是我回到我们。